艾玛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回去了，终于摆脱他们了。嗯，太好了。艾玛，艾玛，要不然我们还是回我们的房间休息一会儿吧。那我们不需要再去看一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锁好了吗？嗯，我觉得你去查看一下就可以了。我好累呀，好紧张，刚刚从那个地方逃出来，我还是非常的紧张的。嗯，那好吧，那我去检查一下。嗯，那等会儿的话呢，这边的话就可能就是会比较安全了。我一定要把这个房间门给它看好来，这样就不会有人进来啦。哎，妈妈，嗯，你在干嘛呢？今天有没有出去玩呀？哦，我有，我等会儿就要去出去玩了。我先在家里吧。哼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好的想法。我们现在就是冲去小游的家里面，我们把小游给他拖出来，或者是把他给抢出来，怎么样？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这样这个点子一点都不好。他爸爸妈妈也在家，到时候的话你就会被别人看到的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怎么样才能把小游给他骗出来？尤利安，你在外面等着，我呢进去先探查一下。如果好了的话呢，我再叫你。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哦哟，好哟，好哟，好哟，太好了！哦，你好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，你是谁呢？哦，我是小游的朋友，我叫丽莎。我今天是来找小游玩的。不知道我能不能进来找小游呢？哦，哦，这些小孩长得可真壮啊。嗯，那我还是去看看吧。我有点饿了，能不能给我吃点东西？嗯，哎，这还真是挺直接的，直接就能管我要东西吃。嗯，看来跟小游应该关系还不错。好，那我5分钟、15分钟之后就下来了。啊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是躺在我的床上了，还好从他们那里给逃出来了，要不然他真的会把我关在家里的。嗯，太好了。嘿，你在干嘛？嗯，你是谁呀？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里画画啊。哦，哇哦，你这里画画的好漂亮啊。嗯，你长得也可真大，块头挺大的。哇，我好喜欢你这里贴的这只小马啊。哦，你也喜欢小马啊？我也喜欢。嗯，我超爱小马的。哦，我也是。我在我家里的话呢，没有机会能够贴各种各样的小马的一个贴纸。哇，你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呢。嗯，我还有独角兽呢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哇塞，独角兽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动物啦，简直就是我心里的第一。哈哈，我也是非常的喜欢独角兽。我现在呢是要准备一下明天上课的内容。那我可以邀请你在我家玩，跟我一块玩，你愿意吗？嗯，好啊，好啊，谢谢，太好了。那好了，那你坐在这边喽。啊、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又是戴夫来了，要不然他们不会那么吵。汉娜、戴夫，你们俩小点声，我还在休息呢。哦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的天，汉娜，你怎么能让他进来呢？干嘛？我在画画呢，但是你怎么能让他进来呢？哎，小游，不要害怕嘛！哇，小游哥哥，他怎么又来啦？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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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我跟你说过了，你怎么会来？哦，丽莎，丽莎，我觉得，嗯，你还是不要来我家吧，我觉得我们会非常的害怕的。嘿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们的朋友？这样会非常非常的不礼貌的。那你们这样的话就很不友好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嗯，我是来找你的朋友玩的，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和你妹妹汉娜一块玩了。我觉得我们俩有很多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他喜欢小马，我也喜欢小马。我最喜欢的是独角兽，他也喜欢独角兽。小游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而且你这样非常非常不礼貌，我要告诉妈妈喽。哦，汉娜，你不知道啊，这里有太多的事情你不知道了。嗯，你不要这样。哼，
我本来是想跟你要做一个惊喜的，但是没有想到，要不然我们可以一块儿出去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跟我一块儿，我们到外面去走走哦。你可以给我展示一下你家里周围的景色。不，我才不要跟你出去玩呢！要是跟你出去的话，我肯定会性命不保的。啊，谁来救救我？